还是没忍住冲动消费了，又搞了十几个15 Pro 回来，512G 超大内存的，就是冲新的那一种，直接后封可以送人的那一种，看一下吧。今天到了12个15 Pro 原生单卡512G 的，有白色、原色、蓝色和黑色，四个颜色都是齐的，随便抽两个给你们看一下。这全部都是冲新成色哈，这个都是100电充电都不超过100次的。看一下的成色外观，这些全部都是亚太的那个原生单卡，它的卡槽跟国行是一模一样的。原生单卡跟国行的唯一区别就是单卡跟双卡的区别，这一些都是可以改双卡，改完之后跟国行是没有区别的哈，不是美版那一种。美版改卡槽的话，它的卡槽它会偏下，但是这个是跟国行一模一样的，改好双卡也是跟国行一模一样的。今天我们到了有十几个，蓝色的话可以少哦，蓝色档口是给我少100，那给你们当然也少100了。Nice。